救助站接到消息，马路上躺着一只流浪猫，它已经奄奄一息，就快要死了。救助人员急忙赶到现场，发现了这只小奶猫，它正无力地躺在马路边上，它的嘴里还在吃着什么东西。它太饿了，什么都要吃，却不知道它吃的正是有毒的东西，这才导致它中毒。对于流浪猫来说，饿死和毒死都没多大区别了。 在饿死之前被毒死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很幸运，它并没有死，可能吃的东西毒性并不强，只是让它非常虚弱，无力站起来。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，它也一样很难活下来。救助人员在接到消息时，已经问清楚小猫大概的状况，知道小猫可能是吃了食物中毒，它已经准备好了抗毒的药物。 他拿出来，用针筒注射到小猫的嘴里，小猫张开嘴巴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，似乎这药水也是能填饱肚子的食物。它太久没吃东西了，就算没中毒，也要虚脱倒地。这么小的猫应该刚出生没多久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马路上。它的妈妈呢？有的流浪猫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，会遗弃自己的孩子，来保证自己能够活下去。 这只小猫估计也是遇到了一样的情况，被猫妈妈无情遗弃了。它独自在野外生活，见到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要吃，就算是垃圾，就算是有毒的食物，它也不会分辨，全都吃进嘴里。这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救助人员给小猫注射了药物，帮助它抵抗病毒。见到小猫呼吸困难，救助人员甚至不嫌弃脏。 还帮他做起了人工呼吸，给他轻轻按压肚子。几分钟后，小奶猫恢复了一些。小奶猫痛苦叫唤着，它还太虚弱了，连站都站不稳，但它还是想站起来去寻找食物。它太饿了，先击倒它的不是病毒。 而是饥饿，救助人员将它抱了起来，先带回救助站进行救治吧。可能是打了药物的原因，回去的路上，小奶猫已经睡着了。它太虚弱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个坎。救助人员将它放进小窝里睡觉，旁边两只小猫是之前救助的流浪猫，已经在这个家里生活一段时间了。看见家里来了新成员，他们都表示同情，他们曾经也一样孤独无助。 过了一会，小猫醒了，可能因为药物的作用，它好了很多，可以正常的站立行走了。它看见了外面的猫粮，赶紧走了过来，开始吃起这世上最美味的食物。这是它从来没吃过的东西，它很容易满足，很快就吃饱了。救助人员继续给它注射药物，保证它能完全康复。它身体里的毒素虽然不强，也足以影响它的身体健康。 接下来，救助人员用湿纸巾帮小奶猫擦拭身体。它长期在外面流浪，身上实在是太脏了，从来没有人帮它清理过，让它感受一下来自人类的关爱。等到小奶猫完全恢复过来，救助人员才开始帮它洗澡。流浪猫就回来，是一定要洗澡的。它太脏了，身上还滋生了很多寄生虫，洗澡能把脏东西和虫子一起洗掉。 让它能舒服的生活。小奶猫很配合，它非常享受这样的沐浴，这是它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这只小奶猫的耳朵非常大，经常饿肚子的猫全身都会瘦下来，只有耳朵不会变小，就显得耳朵特别大。看得出来，这只小奶猫已经饿了太久了。希望它以后不会再忍冻挨饿了。愿它以后能健康的活下去。感谢好心的救助人员。 给了他一个崭新的生活，愿这世上所有的动物都能得到人类的善待。你别把我丢了，风很大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，路很黑我会怕。你别把我丢了，风很大我会怕。 别把我丢了，等我长大了，给你一个家。
你别把我丢了，风很大我会怕，你别把我丢了，路很黑我会怕，你别把我丢了，风很大我会怕，你别把我丢了，等我长大了给你一个家。为什么一定要有距离这东西？我们的梦就是要这世界更干净，爱做梦的孩子都有一颗痴心，城市的声音。